要团结，源于圣经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相信耶稣，相互分享交流，共同追求信仰，加深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拿我自己说，我在团体中不仅了解很多圣经，而且认识了很多同学，还有很多的老师。就像这首歌里面讲的，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。你把这个段词啊，把这个哪段音乐我来帮他再改改词，把改更好，就是押韵一点的。好，对，我来帮你斟酌一下。对，不过我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其实我刚来教会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什么都不懂，而且我还很抵触的。但是自从我在教会里待下去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流慢慢的慢慢的我就喜欢了这里。我深深的被上帝的爱所打动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勇敢去迈这一步，去追求，一同追求我的信仰，我耶稣的爱就在我身边，所以让我一起去追求人生的意义，去寻找耶稣，还是有需要耶稣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你拉我，然后我们一起站在一起，感觉很好。对，就你拉我手之类的。这好突兀，其实你不觉得吗？你说，因为要唱歌呀，你不，或者这样说，不然我们现在走吧。你说哦，别急，我觉得你还是先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吧。我们这儿我们要唱歌，这个唱寻找啊，对，对，这只是唱，哦，唱寻找吧。我想一下要怎么。对，你们要编一段小的动作的，就要你就是就至少要他们，你们那次你们那个站在走动的寻找那不站在走动的动作多不多啊？你干啥？或者能不能就是比如说，然后你说完了过后，然后你起立，你开始唱第一句，然后我唱第二句，然后你开始站起来唱第三句，然后我们一起唱。也行，也挺好。也可以啊，可以。或者，就是反正是有一个大家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一起站起来就好突兀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最好是 Summer 先坐着，你们两个唱，然后对，一起来寻找 ，Exactly。我曾经。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那是给你配合，你们其实动作稍微一下，因为我屏幕可以给你配合。或者就是我们俩先唱，你俩先唱副歌的地方，然后拉他起来，副歌的地方再拉我唱好了。对，就你先唱，然后你看着我，然后我就站起来唱，然后最后唱到副歌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，然后你们三个一起来，之类的。嗯，可以。搞这个差不多，大家一起来，左边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然后最后我说，唱完了，就是说。小马，快给男朋友打个电话吧。对呀、啊。别让他担心你啦。快去吧。好吧。爆米花傻了。还有爆米花是吧？噔噔噔噔噔。嘟。喂。要嘟3到5声才可以。那你嘟。嘟嘟嘟。看，能再来一遍这个。嘟嘟嘟，喂，好，就完了。然后我认为啊，寻找你们那个唱完嘟了以后，因为像尾就完了以后不大，就再把寻找的副歌再来一起，他就起来。